楼是爱灯。感谢您啊，热烈鼓掌啊！是，表示欢迎。刚才两位演员很卖力，哎，连歌带唱，哎，是要求下去休息休息。嗯，给我们哥俩也给更换上来，让我们表演。我认为啊，嗯，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啊，都是知音，怎么呢？都是喜欢听相声的。我全是会相声，那当然哦。整个北京市所有懂相声的，今儿都到了。哇！相声界的都知您老几位，哎，您可千万别不来，那可不是。您要不来的话，中国相声就完了。中国相声是您几位托的吗？其实啊，啊，打我来说，怎么着？啊，我打小我也喜欢听相声，那小的时候我就非常支持这个相声艺术。哇，我很小啊，多大我记不清了，嗯，很小时候我就听啊，就是我那个东西正小的时候，哦。我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我没改变。打东西这么远，你可以比划着来打花生米。打花生米啊？什么东西？比花生米大。小辫儿。辫儿？哎，小辫儿。这东西小时候，就脑后头留那小辫儿。哎，哦哦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小辫儿。我那么多，哎，我也得花生米呢，什么花生米呢？小辫儿，小辫儿，一点儿就听，你看你大妈乐的，哎，你大妈这听的，听哈哈，对对，很小时候我就爱听，哦，喜欢相声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喜欢听谁的？谁的？我都入了迷了，听的都入了迷了。我喜欢听侯宝林的，侯大师的，侯大师的相声，哦，您说可好了？那当然，代表作很多呀。都有什么呢？说关公战秦琼是《夜行记》，嘿，《五鸿图》，嗯，这都人代表作。是是，小时候我经常听，嗯，没事就买票上剧场听听。哇，高兴没啊？听完之后美蹦高，要啊，要不然就不长个儿。嗯啊，有回味感嘛。哦，老哥发生你这，你说受不了？您能提这档子事儿吗？听，喜欢听呢我就听，嗯，听了听了呢，啊，到后来听不着了，怎么了？因为侯大师呢故去了，哦，死了。嗯，对。但是我也喜欢这门艺术，可不是吗？还喜欢听。啊，后来我就扫听。啊，谁说的？谁？天津。天津。天津一位高英培。高英培。嗯，高英培的相声说的也非常的巧妙。那当然了。有钓鱼。那是代表作。不正之风。对。但我喜欢听。嗯，我喜欢。啊，没事我就收音机里面。啊。哎，电台里面。啊，好家伙。嗯，还有那小剧场，哦，咱也去，哦，常去听，咱常去听，嗯，听完之后也高兴，那是美的蹦高，高兴啊，是有回味感，哦，尤其人家钓鱼，对，喜欢听我就听吧，嗯嗯，就听，啊，听着听着，啊，到后来听不着了，怎么了？高大师也不去，也走了，也去世了。后来我喜欢听谁的呢？就是谁？我喜欢听马三立。马三立，马老，相声太好，那相声更好了，哎，是对吧？嗯，人代表作很多，没错啊，观众朋友都知道，逗你玩啊，哎，台中场啊，嘿，三节会，嗯，人代表作，没错。老头往这一站，不说话就可乐，哎，两大耳朵啊，龙猫似的，哎，你这什么形容词啊？我这是马先生也得找你呀，我这，哎呀，这有几个大？你要这么一形容，谁家还敢养龙猫啊？这一见是龙猫，都认为马三立了。我就那种心情，我可能不会表达。对对对，你说的，我就喜欢听。嗯，喜欢听我就听吧。哎，继续听。听着听着啊，哎，怎么了？到后来也听不着了。怎么了？马大师也不去了。哦，我心里我就难受。怎么回事？我也纳闷儿。怎么了？我有听谁死的？你帮人呗。最近我感觉您的相声不错。我就听半人，你要是超过去了，我就换人。你年龄都没听，你有没听啊？你有功夫听听郭德纲的，他相声不错啊。我这是爱着您，您别这么爱着我，我受不了。我喜欢你啊！你喜欢我死了是不是？啊，您死啊！您说这样不错啊，不错，您也别这么形容啊。我也羡慕这个相声演员。啊，喜欢我们这行的。打小我就说了嘛，喜欢嘛，啊、喜
现在也是啊，羡慕他们。哇，就这说相声的啊，啊，一不用受苦，二不用受累啊，站在台上穿一大褂啊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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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话呀？这得我半个来钟头啊，把您诸位的钱就骗到兜里去了。我们是骗子。哎，差不多吧。什么差不多？我们俩得下功夫，给你练。下什么功夫呀？那不下功夫。嘿，你们这行子能下什么功夫？断口活下不下功夫？啊啊！那我不知道，我说你们那个，反正呢，不用风吹日晒。啊，这是最老实，对吧？啊，你要跟我比啊，你们就是在天堂。啊，跟你们比，你们幸福着呢，知足去吧。您是干什么的？嗯啊，干什么的？您是嘛呀？不是干嘛呀？就是打听打听。我怕我说出来你笑话我。我不会，嗯，不会。我怕你笑话。这有什么可笑话的？那我说了，您说说，我是靠天吃饭，土里头刨粮。哦，土里刨食，靠天吃饭。对了，就是农民。对，哎，没笑话我吧？这有什么？没看不起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就是种地的这么一个农民伯伯。啊，您还是个伯伯，这可有点意思。不是，书本上不都这么写吗？书本那么说，您别这么说，对吧？啊，您是个农民，种地的农民。哦，我不是咱们市里人。哦，我是门头沟。哇，还山区里的？哎，门头沟。嗯，就在那儿种点地。要种多少地？种多少地啊？啊，太少了。多少？不值一提。蚂蚁穿豆腐。怎么说？提不起来呀。您还有俏皮话？我问问您吧。您说，您抽烟不抽？我抽。抽烟？抽烟。抽烟剩那个，就那烟头啊。啊。别往我地里扔。往地里扔？你往我地里一扔。啊。我这地就了了。好家伙！嗯。您喝茶不喝？喝。喝茶剩那茶根儿。嗯。别往我地里泼。要泼吗？往我地里一泼。啊。我这地就淹了。我留这地，还没有猫拉屎跑到这地儿大。这怎么说话呀？哪有那么点的地？就是种的地太少了。哦哦哦！我们家呀，啊，种了9999顷地。哇！说9999顷，嗯，还不够9999顷。哦。靠山种了4444顷4亩地，嗯，靠河种了5555顷5亩地，共凑一块儿，我家有9999顷9亩地。哎呀，我听明白了，您别说绕口令了，反正您家地不少。刚才您那是玩笑，种了点地。哦，还点儿的地，您那点儿太大了，我怕您笑话。啊，不会笑话。多种点地呀，啊，还不够吃的，还干什么呢？养点牲口。哦，还养点牲口。嗯，啊，养什么呢？乐乐。骆驼。哎，对，乐乐。哎，这么说，什么叫乐乐呀？我们这就说乐乐。乐乐呢，还骆驼。对，我们家这个啊。骆驼呀！啊，你让他改过来了。骆驼啊，骆驼随您嘛。啊，那就对了。这骆驼呀，啊，五个围一罐，六个围一串，七个围一把，八个围一帮。八家伙，您论串把帮？哎，啊，我们家这骆驼不论把，不论把。嗯，哦，有多少骆驼？多少骆驼？啊，也不值一提。这又不值一提。我们家养了8888把的大骆驼。啊，说8888把大骆驼，又不够8888把大骆驼。嗯嗯，口外脱没去了4444把大骆驼。嗯，再加后边趴着4444把大骆驼，共凑一罐，我家有8888把大骆驼。这家伙，这骆驼也不少。嘿嘿，让您见笑。这还见笑？我羡慕死了。我怕说出来丢人。这不丢人，您说吧。您这家伙太有钱了，种着点地，养着点骆驼，啊，不够吃的。养了。骆驼种的地还不够吃呢，不，现在这个社会都物质啊，多贵呀！啊，物价高，物价多高啊！没错没错，养这点东西，种这点地啊，能够干嘛呢？物价都不够，也得开点小买卖，还做点买卖。哎，哎呦，您在咱们这个北京啊，啊，人那个市里有点小买卖，什么买卖？小杂货铺，开个杂货铺，挣点小钱嘛。哎，您别这么说，小杂货铺啊。你知道有一个西单商场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知道。我的小杂货铺，我家西单商场是您的小杂货铺。哎，哎呦，燕莎，燕莎知道？我的小杂货铺。哎呦，我天，您这杂货铺，嗯啊，搜狗啊，我的小杂货铺
哦 ，SOHO 啊，建外 SOHO， 我那小杂货铺。哦哦哦，是吧？好家伙，您这小杂货铺真不小。嗯啊，就这小杂货铺，嗯，也不够吃的，还不够吃。在咱们这儿开了点小钱铺，还开银行？小钱铺，钱铺，哎啊，有一个工商银行。您瞧，我说准了没？对啊，我的小钱铺。工商银行是您的钱铺，农业银行，啊、我的小钱铺，啊，他们都听不下去。哎，没问题，就是比喻，故意听的。对，还你别走啊，还别不信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倒是不信，你还别不信啊，怎么着啊？你扫扫，你看什么？你拿着我的一张名片啊，你去中国人民银行啊，你说要500万，人到那就给。当时就给你轰出去了，轰出去了。你一个人去就给你轰出去了，那怎么？你得带着我一块儿去。我带您一块儿去呢，给咱俩送派出所。哎，俩神经病，您看，你得有那单子。废话，没提款单给你钱吗？你得有卡啊。咱俩去了到这儿，我说提500，不用卡呀。不过你说你手续你得全呢。你这药还别停，我这现在什么事还都能想起来。现在都掉针了，现在都。吊针，哎，这都打针。哦，好，打针了，还吊针了，啊，吊瓶了。好家伙，您这就这个啊，小钱铺这，嗯，没什么。您别说小钱铺，您说银行，小钱铺这没什么，啊，这都没什么。知道那个京开高速？京开高速知道。我的，哎，哦，还有那京省高速，啊，现在叫京康。我的，哦，经济高速，啊啊啊，我的，哇，京九铁路，啊，你的，铁道部的，哎呀，我说您别说，怎么不说？那火车是铁道部的，啊，说下面那铁道，铁道归你，他们都一致。哦，那您说这废话干嘛呀？嗯啊，偶尔的时候我就想想。啊，您这是做梦是吧？有一天可能能成为我，是吧？您把您点成面撒在上就是。是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你把你讨厌了，你拿我这农民伯开玩笑。行了，大爷，您歇会儿吧，我告诉你，太慌了，我跟您说。拿我开玩笑啊？是拿铁路的，不是我。那刚才我说的这些个呢？啊，那一个地，那些个骆驼啊，小钱铺啊，小杂货铺啊，啊，就这些个东西，那也不是您的吧？对，您这个气氛有点大。我跟您说，啊，说是我的也是，说不是我的也不是我，反正作家想的又不犯法，是不是？什么叫作家的想啊？说了一句话来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您说什么？小鸭子拿钥匙，啊，当家不主事。好家伙！您是给人家当管家，您的意思？我管家碎催，您别碎催啊，大杂儿。要听您这么说的，还小钱铺，又是高速，又是铁道，又是这个呢？您是国务院副总理吗？您是？您旁边副总理啊？您玩哪玩的？够不着那个。哎呦，我就趁点钱，我们本家，我打手底下给他们管点人，管点事儿。不，那人不少，本家。我跟你说啊，手底下我管的人有多少个？2000人，你一管着2000人，连老妈手里也使个丫鬟啊，家里厨子佣人啊，2000号人，多都是归我管，不归您管啊？嗯，哎呦，啊，要轰下去找我去，我说哪像找您去，带去找我去，好，你安排事儿的，不安排什么事儿？这么多铁道的吗？啊，这么多那个高速公路啊，给你俩，没事儿好玩去呗。我疯了，我是吧？啊，也不用开车，就是上跑去啊！我怎么这样？我说您说死就够了，锻炼身体啊！没这么多，我说了算啊！啊，别通车，啊，谁从这儿跑去？啊，哎，没事你就去跑。是啊，跑出废地来，后边上高速车追我，是吧？啊，还有需要的？您别这么逗，我跟您说，就是咱说话呀，还是盯点用，不管事儿。那当然了，哦，好一点，都得管这些人，操着这些事儿也忙着呢。哎呦，是我不易，那一个地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归我管。哦，是是是，那当然了啊，有机会啊，嗯，有机会咱们做一做。好，现在就是朋友，我希望啊，我能跟说相声一块儿做朋友。对，您瞧得起。有时间我就约你，咱一块儿。好，没事唱歌去。嚯，我瞧着啊。哎呦，好。
真的，您不用打点就是行，但这个怎么着？这天就忙哦，这天事儿太多了。因为我本家啊，让我还上市里来办点事儿。我办点什么事儿？哎，上市里来办点事儿啊！你想，手底下就这么多人啊，我们本家说的话我也得听啊。那是那是，对，坑进来啊！我们本家不少人呢。哦，多少人本家？多少人呢？啊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一半，这么千人，一个人，不就一个人本家？哎，说着一个人还不够一个人。这怎么讲呢？是个半边人，半边人，半边人，怎么把这人给劈了？还活着？你说劈了，那你怎么说？多狠呐！给劈了！我不懂这半边人怎么讲啊？不明白吗？不明白，可能是我们这儿土语，您听不懂。您说说，寡妇是个娘们儿，寡妇。哦，这么个半边人，哎，半边人。哦，然后我呢，上这个市里呢，干嘛？这不是守不住了吗？想往前迈一步，这娘们还年轻。派我呢，就上这儿来呢，就是学不学嘛，就找一找。学不学嘛？哎，我这不来北京来，将近又一个月了。哇，现在也没找着呢。这我不敢回去，我怕本家生气。这话不错啊，不错。高不成低不就，什么意思？有钱的人，人谁去找啊？您说是不是？没钱的人，寡妇叫。这不别扭，是您说这有道理，可不是这话呀，我倒明白啊。但是您不了解我寡妇，您寡妇怎么了？不了解啊，我们寡妇啊，这就是我们寡妇，这寡妇跟你有一腿吗？啊，够不着。就说你这本家寡妇怎么着？我们这本家啊，啊，不希望找有钱的，不希望，人家不缺钱。这么大家业，这么多产业，你说人缺钱吗？您刚才说的那些全是他的。哎，人都不缺钱。哦，人找一般人就行。找一什么样的？找一般人，啊，什么工作都行啊，普通上班也可以啊。什么这个唱戏的，打喇叭卖艺的，哎，变魔术的啊，您这个说相声的啊，最喜欢说相声。哎，我们本家最喜欢打，也是跟我一样，打小也喜欢相声的人。我寡妇跟你一块儿，就干这个，风趣幽默呀。哦，说相声的，您嘿，在一块儿坐着聊天啊，多开心呐！哎，寡妇就想找一个啊，就是条件呢，大概也有啊，就是个头呢，比我稍微的矮一点，头比我长，梳一大分头，他油亮，一笑的时候那个眼皮子往下耷了啊，眼睛往下耷了。将近差不多四十来岁吧，啊，黑圈黑圈的，啊，就可以了。你知道吧？这大伙看我照片找我，我住这两天怎么这么走运呢？是吧？我这个，你看我们这个也没有太高的条件，就这条件。哎，长得就不用太漂亮，不用太帅气，太没劲那个，就是比搓脚石强一点就行了。我长得还不如搓脚石那意思是吗？您俩肯定就是比搓脚石强了啊！我这跟搓脚石比吗？您这人知道您这是大块的啊！好家伙，我这有个小丫头是吧？不是啊，您看我成不成啊？谁呀？我呀？我跟您说吧啊！我跟您说，打刚才啊，嗯，我没好意思提，你知道吗？这已经不好意思提了。不是，我们本家是寡妇，你说您这个在德云社工作，著名相声演员，什么著名相声演员？就我这德行能混成娘们就不错。啊啊！我姓爹。您姓什么？姓爹。您怎么姓这姓啊？这姓啊，您看，我们这个不是外姓，怎么来的这外姓？哎，老年间反正打我们祖上啊，就传下来就多啊，没有姓氏。哦，那时候那部落时代没有姓氏，不知道什么姓氏。后来这我们老祖宗那吧唧摔大跟头啊，那就姓爹吧。这爹一跟头就是爹。称呼啊，家里面就是特别小，我最小啊，老莫，哎，都叫我那个弟儿弟儿的，哦，哎。
这么叫着。嗯，哦，你怎么称呼来着？我叫甩东，对对对，甩东爹爹。哎，人家老祖宗没摔死我这儿呢，摔死了。姓什么姓不好，姓这么一姓，我管你姓什么呢？人家没有马脖。是因为我们这个寡妇这个条件呢，啊，还有其他这个家里人的事情，嗯，可能我刚才说了一遍，您说您说，好歹您也了解一点，我大体了解一点，对吧？啊，您能不能说的细一点，再细一点啊？再细，您想听什么吧？就是这寡妇的生活习惯，啊，有没有什么咬牙放屁、拔尾巴、抠脚丫子这些啊？人家是有身份的人啊，还抠脚丫子，人能有这样多恶心呢？哦，没什么，人家不干那样的事儿。哦，我们这个这本家啊，啊，都受过高等教育。哦，就说这个这寡妇的那个生活习惯，您不了解是吧？对啊，我不是不了解，好歹我知道啊，您知道吧？您知道？那当然了，我知道，就是高等教育嘛，就受过高等教育。对了，吃东西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吃东西啊，还有生活当中，嗯，必须你得规规矩矩的。讲点讲点，嗯，就拿我们这个本家，嗯，就跟客人来了，啊，说你们两个坐一块聊天，嗯，不能说这个腿呀，啊，颤，哦，抖不行，啊，这不，我本家忌讳这个，哦哦哦，知道吧？啊，对对，忌讳，不能抖，啊，坐在那儿那个腿呀，嗯，这个腿也不能就是叉着，伸出来，俩腿叉着也不行，那不讲了，本家忌讳这个，这我都没有，就是两个人坐一块聊天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本家喜欢什么呀？喜欢什么？喜欢单腿啊，就是就没有椅子，就这么多，是吧？怎么着？就单腿啊，就这样啊，就是金鸡独立，还是哎，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这岁数够呛，我跟您说，是吧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您放心吧，就是到时候您撑住了呀，啊，您暗数一声啊，因为我们那有大院儿啊，有那棍子多呀，啊，我在后边您数着棍子，就是您还要坐进去的话。您这好像拿棍子在这儿支着，哎呀，啊，偏一点啊，这偏一点，你可太脏了，不是我，您这个想法也是好，金鸡独立还好呀，都拿棍子在后头支着，这肚子全在这根棍上，我跟您说，您要是受得了啊，啊啊，就把这就不要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您就加了，那可不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本家聊天不行，聊太长啊，聊不了。情况下也就两三个钟头，也就这意思。好家伙，啊，估计这棍头给坐折了，到这儿坐折了啊。然后吃饭那方面怎么着，都有点讲究。咱吃饭怎么讲究？千万别吧唧嘴，吧唧嘴招人讨厌。对，不能吧唧嘴，就是吧唧嘴。吃东西那么行啊？对。还有啊，夹菜也是。夹菜。哎，夹菜的时候啊，最多啊夹两筷子，不能超过。超三筷。一道菜只能夹两筷。哎，就夹两筷子啊。吃东西也是特别讲究。哦，他呀好喝咖啡，哎呦哥，哎，爱给他喝个咖啡啊，哎，吃二斤蒜，哎呀，这么喜欢，哎，喝咖啡吃多大蒜啊，然后呢就是喝可乐也是啊，哎，可乐摊鸡蛋啊，什么拿可乐摊鸡蛋，哎，你喜欢这是高营养啊，哦，高营养，哎，你俩有这个也啊，我们本家这受过高等教育，人都懂，我都懂，那现在这个使筷子这方面有没有人讲究？筷啊，就筷子不能这么着往里头这么敞着这么走，筷子这玩意儿完全差了。哦，筷子我算太懂了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筷子咱就差了，我这是筷子好这么敞着，是吧？啊，有人喜欢吃水果什么的，草莓蘸牙膏啊。哎，牙膏有什么吃法叫做吗？这玩意儿能吃它刺激。哦，这么刺激，那是洋法。这寡妇真是，要不然说她好也难受，还得自己自己。你咋懂这个？这寡妇就是凭靠这个嘴上自己。没事儿干吧？你说是吧？家里有什么老妈子用的，要点吃去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这是我理解理解，非常能理解，能理解能理解，我一定让她改掉这个毛病。是你两口子这儿的，这事儿您甭管了，您甭管啊，到时候您就是这个，到时候您就套上就完了啊，那就您了，嗯，我得谢谢您，哎呀，行，您谢我，我替我祖宗谢谢您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喊多少年了，真是，您这么说，这是，我在北京都一个多月了，哎呀。
您就是我再生的父母，我跟您说的，您客气了，我跟您说的，哎，行行啊，那这样啊，师傅，到时候约个时间我来接你，约哪来接我？就您咱在这儿见个面吗？哦，那就还到这儿见，行吧？好，行，您到时候我先约啊。啊，今天是周，今天周，今天是十五号啊，今天是十五号啊，啊，周。今天是今儿周六啊，十五号周六、啊，因为我喜欢十五号周六啊。我那天这个随你们这个啊，因为那天我们发工资啊，你们老见这个，那也不见得全是十五号就周六啊。我希望谈成这事，回去都发工资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我跟这寡妇说给人省钱，我干什么？多幸福啊！人家省您赚的，人家这寡妇这么踏实的待着，您也是相当功劳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周四嘛，啊，周日吧，礼拜天，礼拜天啊，礼拜天您在剧场这等我，哦，剧场了，哎，下午两点半，啊啊，两点半，两点半，哎，在这儿我开车来接您，嗯，门口有一宾利，咖啡色的宾利，咖啡色的，哎，咖啡色的宾利，到时候您就找我就行，行，没问题，好，您看看别人坐了啊，咖啡色宾利，哎，对对对，看看宾利照片啊，行，一会儿呢，就这两天您就捯饬捯饬。到时候就怎么捯饬啊？人家见你本家的，您说这捯饬是换个衣服？那当然，你不能穿这个啊，穿这出大门不跟僵尸似的吗？现在敢见咱穿这个的呀？不是那娘们不是喜欢说相声吗？这您说我换身西装，这哪像说相声的？不是啊，在家喜欢，俩人没事儿的在卧室穿这个，这都没事儿。那没急死寡妇，急死我了！您说这个，我在卧室里我穿这个，您说这个，这哪什么毛病？这寡妇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我就纳闷了，您跟这个寡妇在寡妇面前当反面，您怎么这么多年您没跟？不是，啊、什么？您说什么？我得问问这档子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是正常关系。正常关系就是主仆关系。那当然了。哦，反正就成您媳妇儿，您拿您媳妇开玩笑。不，这让我现在打的，我这人小心眼儿，我跟您说。您别我这样。那我穿着西装啊，别穿西装啊。那原本人不喜欢西装，西装太正的啊，就是他本人啊，老感觉不自然，不像您家人。不亲切，哎，那你说休闲这也不行，休闲也不行，太休闲就太随便了，没有档次。那是，对吧？那您哥您意思，嗯，穿点就是高雅一点，古典高雅一点。你这样，你回头吧，哎，你回头你啊，你买旗袍，哎，你什么旗袍？哎，你来旗袍。这娘们不会是个 gay 吧？你们喜欢我穿旗袍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本家啊，最喜欢就是旗袍，尤其是玫瑰紫色的旗袍。玫瑰紫色，玫瑰紫色旗袍，中间绣一大朵牡丹花，在这胸前。嗯，对对。然后呢，你再穿一个碧绿的丝袜。哎，不是您说我要穿这丝袜，那汗毛不得滋出来吗？你说这？那我要穿丝袜的，这往上一抱，这玩意儿不全给咱外头滋着？你刮的？我剃的吗？对，剃的，有那刮刀子那东西。哦，对不对？刮刀那个。对，剃了呀。好家伙，赶紧换一身啊！这个是。然后呢，您再穿一个啊，您再穿一个酱紫色的高跟鞋。紫色旗袍，大牡丹花，是吧？酱紫色的高跟鞋。哎，对。啊。然后我看啊。啊。您头发呀。啊。就稍微再弄了。这样不成吗？哎，弄的，给它烫成卷的，也最好。烫一下。哎，烫成泼辣。跟原来咱这儿包工似的啊，烫一下。那个皮带也是烫一下，是吧？啊，太短了。您这还短？大卷的。这大花。哎，你要是能买一假发，就最好。假发钱都不是问题啊！到时候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完了之后，我先给您20万，您先去筹备，没关系。还要治失行呢，都20万，我先给您20万。我依您的，依您的，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然后您再买一假头套啊，买大大花的大花老花的假头套，就打算了。是的，我说这玩意儿跟牛犄角似的，跟牛犄角打不烂。那肚子还行，来我这说。然后啊，你再说再打一鼻环。再打一鼻环，哎，来一个，咱牵着我走是怎么着？牵着你小点的呀，小点秀气点，哎，秀气一点就行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你这个皮肤啊，抹上一点就粉啊什么的呀，好看。打点你要不是说你这褶子，你来一趟你吧唧一下扎粉，哪有这么大褶子？就你看，就是您，虽然你对你弄一下，啊，就是显年轻。哎，这得两个耳环，咱来俩耳环。哎。
咱这是夸张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本家就喜欢这个夸张一点的，夸张艺术。不是，好看。这耳环你多大？这耳环差不多这么大吧？好家伙，这谁家做估计都在拿把人当药丸似的。哎呀，到时候咱坐宾利了，还坐宾利汽车呢？坐宾利以后练体操去呢，好好带着俩玩儿都不来。啊，行不行？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大伙说阿姨，捯饬好了，捯饬好了，就在这儿工作。啊，你别出门啊，你就在这里边等。对，出门啊，当妖精走。我到时候我您电话那时候我接你。哦，打电话再出去，行吧？行行行，到时候啊，你在这等着我啊，把你说定了啊，都说定了。兄弟啊，不是你别忙着，别忙着，爹爹，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跟您说这个，哎，什么样的您跟我说呢？啊，长什么样？啊，对呀，这还用说吗？不是，这还用说？我本家这么有钱，长成次的呀。我想是伺不了。你想人这么大家庭人长成次的啊？您说他长什么样？长什么样啊？我问你吧。您说啊啊，你吃饭吗？我吃，吃了啥？什么呀？那行，吃了饭就行。不是，那您讲完了，我能吐出来是吗？好嘞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吃了饭 啊，我就一说这寡妇这模样啊，又有食欲了。吃完一顿了，哎，然后一说这寡妇长什么样，就长什么样，又有食欲了，我又能吃一顿，哪有那么好看？我非让这寡妇撑死我不可。我说这寡妇这个头，长您眉毛这儿，嘿，这能搭配？哎，长您眉毛这儿啊，我这长得多好看啊！您说，我想吧，你想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不笑不知道，一小俩酒窝，小腰一圈，跟你说要哪儿有哪儿，长这么好看姑娘。这是那寡妇，他们街坊去。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呢？你我要不寡，我要不说他们街坊，伸头不着寡妇漂亮来。那您说这寡妇，说这寡妇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这一直 啊，我一点闭门。那当然了，您这寡妇挨个头就是比您高。这寡妇个头比比您高两头吧，差不多。这高可不好，这娘们高押韵，我跟您说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德行，不是老先生这么老先生说的啊，老人。到时候你们俩一成家，这么大家产都是你的了，宝贝儿。到我这儿就反过来了，那都是你的了。那么大家产，你还要什么用啊？你对吗？我要什么用啊？啊，就是高粱吧。以后再说啊，等会儿就咱们以后再说。不是，啊、我甭管那个、啊，就这么大家产都是你的了。家产、啊，你还想要怎么着呀？那些小钱不就那些地，那些我的，是那些买卖。他跟电杆子上都没关系，还得爬杆呢。说这话要不要？要啊！再说这话，粗眉毛，粗眉毛粗，嗯，哦，那也没关系。要不要？要。哎，小眼睛，好眼，眼睛比较小。啊，那也就没关系。要不要？可以。要不要？要。哎，小鼻子，小鼻子，嗯，哦，要。哎，勾唇，勾唇，大眼叉，两边小黑胡，一把胡子。你等会儿。对。我就这么提啊！对对啊！别扯淡了，这寡妇怎么出来？咱们这小黑胡子知道吗？啊，还一拔毛不一毛。是，这是那个前两个月刚留的。你要不喜欢，不就是能剃了？能剃了，能剃了就行。您让他剃了，对吧？啊，你别老剃，要不还少。不是，您没关系，你别剃了。您说的这是寡妇？是寡妇啊！前两天大奶奶刚去世，没去领钱呢。男寡妇，你。